记者陈慧玲台北报道 ，Jolin 蔡依林将推出演唱会 DVD。今天她好奇想问粉丝意见，需要办签名会吗？这 DVD 的部分，没想到有粉丝想调她出来，大胆留言，拜托你不要办，每天看到你我也是很厌倦。看到这句留言 ，Jordan 也幽默回应：“好，就是需要你这种正能量，哈！”把网友都逗乐了。Jordan 又好奇问问：“老派的签名会还在流行吗？是否有其他新鲜的会面方式 ？”Play World， 这老娘有点懒散。粉丝纷纷提出意见，有人希望和 Jordan 一起骑单车，也有人怀念被他在脸上画圈圈，留言说：“我爸妈都说你去找蔡依林华服吗？” Jordan 又幽默回应：“符咒包你从关落阴中安全的爬出来，健康有活力。”蔡依林想找出有趣的歌迷见面会模式，翻摄自脸书。